慢阻肺能活多久？如闻医生特邀专家王金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。慢阻肺呢不能治愈，但是呢它是一个可以控制可以治疗的疾病。经常有的病人说啊，我得了慢阻肺了，其实大家不要惊慌，随着这几年医疗的发展，我们慢阻肺有很多很多可以用的药物，而且呢这些药物呢单纯吸入就能控制我们的慢阻肺的疾病的进程，预防急性发作的风险。如果您积极的治疗，现在慢阻肺呢是可以活得很久的，要看您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了。如果我们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，早期随诊，一直跟大夫密切的随诊，那原则上这个生命的周期是不会因为慢阻肺缩短的。